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加副座，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两手呢做这个灯引，就是做灯引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毗卢起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Dadang to Jerky Bija Sanja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啊，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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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自迷痴狂俗，五虎漫天下，就讲这个道理。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作者啊，就看到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很多的可怜的人，全部都这个应用了一些这个无明烦恼的这个毒水，最后呢就是不劳心无的这种套罪当中，同时呢也做上了一些。执着这个实有的生气贪心等等，以这样的这个魔王呢，就是已经这个参照已经照没了啊，就实践的这些人的话呢，真是说这个全部是这个精神颠倒啊，就精神不正常的，我们这个实践当中有那么多的众生呢啊，就全部呢就有四种颠倒而被说佛咒。就也就是说这个常乐我净吧，就是本来不是常有的事物呢，就认为是常有的，不是快乐的呢，
就按你就是执着为是快乐的，不清净的呢，就执着为是清净的，不存在的我呢，就认为是这个存在的，就是我们这个中观四百论里面所剖析的那样，就四种这个颠倒呢，就是现在这个很多众生呢，就一直这个迷惑着，就迷恋着，根本就是没办法这个清醒过来。所以我们这个世人的话呢，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愚痴，就愚痴呢已经这个过度了，就很多的这种话呢，就是本来是真相的一些道理，就是现在就根本没办法了解，就是反而自己呢就是执迷不悟，就是已经到这种这个境地。说我们实践上呢，就是人们就是都这个成为是这个精神呢就是不正常啊，就我们自己认为是自己正常，但实际呢就不一定是这个正常的啊，因此这个中观四百论当中就是也是这样，就是讲的说是这个如是不真主，实属为癫狂，则诸善有者之虽所非狂，就是说这个世间的人们呢，就是说是这个心是不正当的话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精神癫狂在，就是精神癫狂的。但是我们住在这个三有里面的这些可怜的有情呢，就全部都就是没有这个就安住在真正的这个心识的状态当中。那有智慧的人呢，就是谁不说是他是这个精神有问题嘛，就应该就可以这个称为就精神是有问题的。寒凝未见故，寒凝未见故，一如深眼里，弃了或百过，从在寒凝城。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平时见到一些这个石头林呐，就是见到这个骨头啊、人的尸体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骨架等等，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这个心里面就是产生恐怖，产生厌离心。其实我们就是用自这个详细观察的话呢，就是我们怎么会是喜欢呢？就是喜欢呢，就是这个具有生命的、具有活动性的这种这个固所的这个人的这个城市啊，就是现在这个大城市的话呢，它这里呢就是也有一种不同的这种修饰方法来说明的。我们现在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城镇、村落、都市啊，就这些的话呢，就是有无数个人呢，就是密聚在一起，就是那么聚集的这些人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呢，就石头林里面的人就是只不过是没有灵魂，就是躺在哪里就是竖着。哼着就是大家都躺在那里的，而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人呢，就是就像气势一般的啊，就是尸体站起来了一样的，就是只有一个灵魂的差别，就是心识的差别。一个呢就是有这个心识的驱动，一个呢就是没有这个心识的驱动。那这个心识驱动具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尸体呢，就是到处都在这个奔波啊，就那难道不害怕吗？就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这些人啊，就是应该说是这个从此做整个世界，从此做
整个天下的这个就各个这个角落，就有时候呢我们可以这个观察，就是人活着的时候呢到底是什么样，死着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但是除了这个尸体的这个状况以外呢，就是别的可能没有什么差别。我们这个对尸体啊，对这个人生的这种剖析呢，就是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这个关修的话呢，那么最后自相续当中的这个贪心呢一定会是薄弱的。龙树菩萨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如若若是观，虽未称离火，然以端然以欲见薄，与女不生贪，就是说这个你呢就是如实的这个观修一些这个不净观呢，就是对女生的这种身体呢就是不断的这个剖析。如果这样的话呢，虽然你根本上呢就是没有这个端出这个贪欲啊，就是从种子，因为我们凡夫地的时候从这个种子和习气全部要断掉的话，那就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你的贪心呢就是一定会是变成这个薄弱的，就将来呢就是你对这个一心的这种烦恼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减少的。夫此女故生呢，不出无处不可得，今生作尘劳，必是遭遇难。那么这样的这个不清净的女人的身体的话，那就是没有一定的资本呢，还是这个得不到的。为呢就是获得这个女士呢就一生当中也是非常的这个辛苦，男士呢就是受那个地狱恶鬼盘生等各种这个痛苦，就是这也是相当可怕的。那么这个可能道理上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管是男人的身体还是这个女人的身体啊，就应该说是就是36种不清净法这个具足的。因此就是大家从本质上看呢，那就是没有什么克制的，就是贪着的。但是呢我们无始以来的这个习气和已经生长在这个社会的这种大家庭当中以后呢，就是只有这个随波逐流了，就是只有呢就是随顺这个人间，就是很多人呢就是不明对，就是这个现在的这种生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般来讲，这个所谓世间的这些女人的话呢，没有一定的资本，没有这个报酬的话呢，那就是轻而易举是不容易这个得到的。作为女人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男人也是确实是得不到的，就是这是非常这个珍贵的一种这个珍宝。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为呢就是他呢就是要付出自己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地位啊、权利啊，就是包括自己的一些这个修行啊，都要这个付出的。龙梦菩萨呢就是在大智度论当中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是这个主与乐身上，有苦度身度，
就维持是生命，如扑火扑灯火吧，就是扑灯火，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世间的人们呢，为了就是获得这个安呐就是特别的就是去劳累，就是但是呢就是得的很少，反而呢就是有苦的这种度数啊，就是苦数呢就是得的这个相当多的，为了女人和为了就是贪欲呢。付出自己的这个生命、身体、财产啊，就像是那个飞蛾呢，就是扑入这个灯火一样的，就是不顾自己的这个性命呢，就是大家会这个拼命的去这个投入，但是最后所获得的呢，就是也是这个少之又少，就是极其这个可怜，就是所以我们历代的这个很多这个修行人呢，对这个女色，对这个外面的一些真正这个贪执的对境呢，就是看得特别淡，就是看得特别淡的原因呢，因为这个对自己的修行和人生的那有很大的这个祸害啊，就是没有这个祸害的话，那就是这个佛经当中也是不会这个启示这个贪欲的对境，就是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大家呢，就是尤其是这个一些修行人的话呢，就是真的是这个修持清净的戒律，就是对于性方面的这种探子呢，尽量的去这个加以对治。少无生财力，即将增享了，财极，数见尽啊，就数见尽，谁能欲何为？他这里就我们这个孩提时代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钱财，就是所以呢，就是享乐的这个机会没有。然后年那个就壮年的时候啊，就是年轻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一直忙忙碌碌的开始积了这个财产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没有时间就是享乐的这个机会。人老了的时候呢，就更没有了，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精力就是不充足，就是所以呢，真正就是用智慧观察的时候呢，恐怕世间人也是表面上看呢，就是好像这个享受这种世间的这个娱乐，但是呢，真正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来去剖析的时候呢，就是恐怕也不多。因此，升天轮师呢也说了，说是壮年自所作，老师不。
不乐毕吧，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庄严这个四合所这个追求的这些感情呢就是快乐啊，这些呢就是人一般就是老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不会有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兴趣，就是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实践当中的真的很多的这个生活呢就是确实是非常痛苦的就是整天呢就是为自己的这个生活而操劳，就是非常就辛苦。以前宣化上师呢也是这样这个说的，他说在家人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怜，就是真是呢就是忙着这个生活，就是真所谓的这个风餐露宿就是这个培训待遇就是就特别就是痛苦，就是有关的这个教员当中呢也这个阐述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道理，所以呢大家在这里呢就是也并不是说是我们这个在家人呢就是做的这个如何不对，就是也不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呢就真的是这个佛教就是所阐述的内容啊就是点点滴滴的就是融入到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融入到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生命当中，就是看看大家呢就是所过的这种生活是到底是快乐还是这个痛苦。那么佛教里面所讲的是一切这个感受呢就是皆为痛苦啊，这种这个道理呢就是我们这个逐渐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就是醒悟啊，就是对这个人生的这个感悟呢就是很容易就是得到的，就是这样以后我们大家也是经常就是宾摩这个四位就是大慈大悲的佛陀和高僧大德们对我们留下来的这些殊胜的教言当中呢就是一定会是得到就是很多的这种受益。所以这下人白日捞你尽夜贵金气善神如40年。那么大多数的就是被这个世间的这种贪欲所束缚的欲望就是积极强烈的这些背下的这个人们的话呢就是白天呢就是忙着这个工作，就是就精疲力尽，然后这个晚上归回来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可以说就是身体已经变成了像那个尸体一样的，就是倒在哪里就特别的这个痛苦，所以呢就真正这个享受安乐的这个机会呢几乎这个世间人的话
话，那就是是没有的啊，就是世间人士是没有的。很多人可能这个在家人呢有这种这个感觉吧，就是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个劳力劳动的话呢，就是那整天都是在这个别就是那里这个打工啊，就是在烈日下，就是在这个雨水当中啊，就是一直这个打工，所以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力气呢，就是全部都就是没有了，就是然后这个晚上这个回来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白天累的就是不得了，就是最后连这个吃饭的这个兴趣都是没有的，就是在这个床上衣服都不脱而这个睡下去了，就是很多人就是有这种这个在当地汉地都有这个很多可怜的这些在家人，真的就是看起来也是特别的这种就是伤心，就是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呢，恐怕是也是就是好几个小时呢，就是在办公室当中或者是在这个外面呢，就是一直思维思索，一直呢就是探索，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就像变成这个尸体一样的，就是那这样的话，现在世界当中的很多人的这种这个经历呢，表面上看呢还是比较这个有这种这个往生的，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还是大家都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可怜，所以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实践人呢，就是过的这个什么样的这个生活，然后呢，就是获得的这种这个快乐，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尤其是一些高神瘾的话呢，就是连晚上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间都是没有的，就是一直这个判断呢，一直这个思维做，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人们就是认为是啊，就是在家人呢，就是用宽裕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享受这个时间的快乐，但实际上呢，就很多这种这个人的这种生活呢，就是惯的，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生活本来都是这样的，就本来都是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得不到这个快乐，即使说获得了一点快乐，也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呢，就是这种这个快乐的本质呢，就是也是痛苦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严格来这个解释的话呢，是这样的。可是世界上的这个千千万万的人呢，就是不明白这样的这个真相，最后的话呢，就是为了自己的瞬间的这种乐趣呢，就而这个痛苦，就是这种痛苦的话呢，也极为的强烈，就是极为的这种这个就是刺入骨头的，就是特别的这种伤心呢。
月何须负他乡长长途逆辛劳，虽与与教会教会教企业终年不相见。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家人的话呢，就是这个家人呢，就是需要就是就是长途跋涉的，就是要这个去往这个他乡啊，就是去往他乡。那么这样过后的话呢，就是虽然就是愿意就是跟自己的家里人呢，就是欢聚一趟啊，就是一直常常呢就是吵吵蒙蒙就是坐在就是一起的，可是呢就是这种机会呢就几乎都是没有的，就是甚至有些呢就是在这个一年当中就是见一次面的，就这种现象也是有的。可是现在这样的这种离别的这种现象的话呢，应该说是在实践当中是相当相当多的，但很多人呢就是这是一种这个现象，就是根本不知道就是用佛法的这种道理来就是就是思维，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通过这个佛法的道理来就是知道是现在实践当中啊就是获得的这个快乐，获得的这个余苗到底是什么样的话呢，这个生活呢就是应该是有意义的，不管是你出现什么样的这个这个状况呢，就是大家都能这个接受。所以我想呢，我们那个吉祥论是在这里面所讲到的一些真正的这种这个道理啊，就是还是只是非常这个有意义的。以前那个苏东坡也是这样讲的，说是这个什么这个也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就是等等等，就是什么这个千里共婵娟啦，就是千里共婵娟是指月亮是吧，反正你们这个很多这方面的道理都是这个会的。所以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还是应该对这个世间的这种道理呢，就是跟这个佛法的这种无常观就是结合起来的话呢，我觉得是应该还是很有这个道理的。以前那个清官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是年轻若是什么旧常是尤其在什么朝朝暮暮是吧，说是这个实践当中的这些人呢、就是像的是就是就朝朝暮暮就是活在一起啊，就是大家都是一起这个生活的，但真正让这个实现的真正让这个获得的有多少个呢，就是非常少的。因此我们有时候的这种生活呢，就是应该就是以这个佛教的道理来就是进行探索的时候呢，恐怕这个内心当中呢对这个佛法的这个信心呢，佛教对人们的这种利益对生活的帮助呢就是应该很大的，但是呢就是学佛的人很少，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应该就是全力以赴的通过各种方法来就是把这个佛法的这种教育呢就是在这个人间传播开来，这样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很多的这个世人呢就是在这个迷迷糊糊的这种这个迷茫当中啊就是就可以就是就开始苏醒过来了就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度化众生的一种这个行为。佛教的话呢就是很多人的就是每天都这个迷迷糊糊的，就是再这样撑下去的话呢就是不合理的。
Om Bandarangara Banasadardha.